上衣加半裙一套啊 ，OK， 这个是brownish grey， 就是带蓝带灰这样子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白色，还有我身上的这个 champagne gold， 三个是近看，如果你要看去比较特殊有多通这样子的那个效果啊，蓝这个 brownish grey 会比较明显啊。 白跟 champagne gold 没有这么明显，因为它的这个面料是这样子立体的 ，OK， 整个面料是这样子立体的。后面上衣是后面纽扣开了，从头套啊，半裙呢就是拉链啊 ，OK， 来半裙的款式是这样子，给你们看蓝色会比较容易看到它的款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来，一样是有绑belt的耳朵 ，belt 是搭一起的，半裙下半身这边左右两侧半裙口袋是方身的 ，OK。 尺寸呢就一样啦，这件应该是穿得到 M 的，口袋是在前面左右两侧方身的，它上衣就是属于这样子短版的，刚刚好 cover 的到是不需要打印就可以了。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我没有扣后面的纽扣，后面纽扣开了，从头套啊，袖子这边一样是有纽扣，可是这边袖子的纽扣是款式来的，不能够开的 ，OK。 上衣的裤子，整套啊，一套啊，上衣加半裙105，买的时候是必须上衣买什么 size， 然后裤子裙子也是要买什么 size 啊，不能够说我下半身要大一码，上半身要小一码，不能够。然后半裙呢，它的 lining 是裤子版啊，半裙是有 lining 的 ，lining 是裤子版，所以不用怕说会走光之类的 ，OK。 三个是你要不要特别显白的颜色，特别的颜色比较高雅的颜色，带着我身上这个 champagne gold， 最显瘦的话就是助理待会会穿的那个 brownish grey 啊，再来还有一个很显白的颜色就是这一个白色，它的白几乎是接近 pure white 啊，很干净的白啊，它的白色非常干净的，你要很明显看那个 embossed 印花，那个 3D 立体的印花就是这个brownish grey 啊，这一个。 会比较明显，这两个色呢，看去就像金色这样子，就是 plain 的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看到它那个印花的颜色。OK， 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最大是有去到 XXL， 可是 XXL 只有白和 champagne gold 才有啊。brownish grey 最大是去到 XL 而已。OK。 是啊，size一样，M size就好了。先证明我穿 M 啊，裙子就是说是贴啊，完全完全是没有拉伸的空间。如果你的尺寸跟我一样能接受贴身是可以啊，不能的话你需要拿到一个码。所以说整体来讲，半裙上衣我都是穿着 M size， 只是说这个裙子就是完全没有拉伸的空间啊，不会说不舒服，只是说稍微穿比主播会稍微比较高腰一点点，OK？ 所以这一套我都是穿着 M size。 如果是compare套装价钱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它一套只是105，这样子的面料上衣，它是波，就是立体啊，这个面料基本上上衣裙子上衣这样子，如果分开的话会是68，半裙可能一样是一个69，或者是68，加钱如果你是分开买，大概是需要130多，甚至到140多。现在你一整套啊105而已，是非常的划算哦。所以说找这样子的比较特别的面料的。 套装可以考虑这个，给你们近看啊。它是这样子的，它这个弯弯就它是属于一个立体的款式，这个面料 compare with 我们常惯用那种西装面料，价钱来的也是会比较昂贵啊。所以说这一套你买了，你不一定要这样子一套穿，你就分开穿，上衣你就搭你平时的西装裤子，半裙你可能就可以配一些其他款式近色的一些上班那些衬衫啊，那个 cotton T 都可以啊。所以说你买了你自己可以分开来搭，不一定说一整套这样子搭哈。一整套105价钱是属于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说 size 方面最大是有去到 XXL 啦，只是说我身上这个色是没有，其他的两个色是有，主播是穿着 S， 我是穿着 M。上衣我穿。
弯腰围是有空间，上衣还有一点点。建议这个下单的话，上衣就不要超过我们体的尺寸。如果是说，腰围这边能接受贴身 size 一样是可以。OK， 我是穿着 M 哈。三个色相比之下，如果讲要比较显瘦的颜色，就是助理身上的一个bluish gray， OK， 有口袋啊。最显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这一个白色，它几乎是接近 pure white 的一个白了，是非常白的白就对了。OK， 再来就是比较高雅的颜色，比较特别的颜色就有这个 champagne gold 三个色，VXD 59价钱是105一套啊，就像刚才就你讲的，你分开买的话至少要130多，或者是140。是啊，是这个价钱，加上这个面料是比较贵的哈。然后裙子是有 lining 啊，半裙是有 lining 的， lining 是裤子版，不用怕会走光，它就是属于这样子比较短版的 mini。等一下你看蓝色，它会抢线，抢线是不是瑕疵？它是属于 mini skirt 的这样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它蓝色啊，它有点像，可能白色跟 beige 它也是有，只是它不怎么明显。它有一条线，一条线这样子，不是瑕疵来的，它的面料是这样子的，就对了。OK， 白跟 champagne gold 就没有这么明显，因为它的颜色不一样。OK， 如果你要看去整件是近色的那个感觉，你就带走 champagne gold 或者是白，然后你要比较它看得出。它多吞这样子的那个效果，你就带走这一个 gray， bluish gray。然后这个 gray 呢，这个灰蓝色呢，整体穿起来也会比较显瘦，相比 champagne gold， champagne gold 和白色，这个灰蓝会显得比较显瘦就对了。助理穿了 greenish， 那个 bluish gray， 我就不穿那个灰蓝了，我就穿这个 champagne gold 和白就好了。OK， 面料是很微很微的弹啊，就像助理讲的。如果你的上衣啊不可以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的 ，OK， 基本上它面料弹性是非常非常少的 ，OK， 三个色一套啊，上衣加裤子，上衣加半裙一套，价钱105，腰带是搭一起的，裙子是有搭腰带一起的 ，OK。就说不想穿一套的，你们买了自己分开穿，真的很划算啊！这个，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面料的，不要错过哈。然后裙子也不是属于窄贴的那种，是小属于小 A 的裙子是，拉链在后面由上往下拉，最大的码是有到 XXL， 可是这一个 bluish gray 最大的码是到 XL 而已啊。OK， XXL 收了，所以你买了可以把自己把分开穿，非常划算，真的很划算。如果你是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这一套穿 M size 就好了。OK， 今晚的第一个款式。VXD 59价钱是105而已啊，分开就是多少？50块，哎，52厘米五十升找不到啊，如果你分开买，这样的上衣60多70多是它的就是说它的。